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一个非洲裔作家为了迎合市场口味，乱写一通的小说却成了他最畅销的作品。今天为大家点评喜剧《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以下电影画面由 MGM Studios 提供。This book. What really struck me was that too few books were about my people. Where are our stories? Where's our representation? Would you give us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an excerpt?Yo, Sharonda, girl, you be pregnant again? If I is, Ray Ray is gonna be a real father this time around. 大学教授 Monk 也是一个小说作家，或许因为自己的作品格调比较高，销售成绩不理想。经理告诉他，身为一个非洲裔作家，他的作品不够黑。出身自中产阶层的 Monk 似乎了解到社会和市场对一个非洲裔作家有一定的期盼，也想了解另外一个非洲裔作家 Santara 作品为什么能够如此畅销。发现 Santara 同样是中产阶层，但必须以人们对非洲裔社区的刻板印象写出让主流读者接受的小说。 Monk 刻意将自己的手笔低俗化，讽刺地用笔名写了一部符合白人读者的小说，没想到经理在极短的时间内卖出小说，甚至卖版权拍电影。 Monk 现在则需要一个法网以外逃犯的假身份来为书做宣传，从一个玩笑开始，制作出来的谎言越闹越大。根据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是由记者出身的 Court Jefferson 首部导演的影片，影片最突出的是饰演 Monk 的演员 Jeffrey Wright。 剧情中一幕幕令作家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 Jeffrey 每种无奈的表情也带大家和他一起啼笑皆非。故事中的喜剧确实反映流行文化中主流观点经常有的荒谬，除了主干剧情之外，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涉也带出人们家庭中经常出现的别扭。其中带温馨的喜剧， Monk 同志身份的弟弟需要冲破非洲裔社区的毒性阳刚，还有非洲裔畅销女作家却又看不见自己对主流的迎合，这也给电影一个流行文化中极少出现的发声机会。 The scarves, I guess you would call them, tied around his headA do-rag? Do-rag, that's it. Do-rag and a tank top with the muscles showing. Somebody call the fire department. 美国小说 American Fiction 其中的幕幕讽刺不禁要观众啼笑皆非，满分5分钟得4分半，值得强力推荐。电影目前在湾区各地新人上映。